我应该是。你这演讲，我觉得乖不乖啊？都在睡觉，动不了。只要真的，那你要弄点噪音嘛。有一个就坐我后面睡着，我看他真是好香，都已经散了，他才开始演。没打呼吗？没有，真的。对不起，我帮你先的，还有是公筷的，稍微还好没有用。我那天结果我筷子，筷子不行，还好还好，我还没动。先让我想想。 那道菜呢是传统的上海菜，墨鱼大靠，墨鱼烧肉。好，所以这个菜是纪元。董长要不要讲讲话？他那个馄饨，哎，荠菜饺子、荠菜馄饨好吃的。对，但是那个菜不多。 哎，海湾现在有的卖，咱们市场买得到。对，不是你很面善，就看这次我这车。哦，董事长还不面善，还有谁面善？哥叫孙志远。孙志远啊，孙志远。弟弟，你是你哥哥孙志远哪一届啊？你是孙志远的弟弟啊？哦，你是孙志远的弟弟啊？我看了我哥哥以后，打死也不会去。他是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哎。 你们有没有搞清楚那时候你们学校位在什么荒凉的地方？不会啊，多热闹！你看现在这个系列，哦，你坐公车下来，在德林市还要走多久了？没，徐汇那个公路局下来就这么走。公路局啊，它跟孙志远像吗？有相同作用吗？像，对，它这个样子，我就国光号，那是国光号。 那个时候没，我们那个时候也只有国光号。仁州，你知道，百家都国光号嘛。仁州，你知道，是讲说我们所有地灵人杰。不是，没，哪有谁那个没有？公路局，台北桥，我每次都在台北大桥上车，然后咚坐到泸州下车，下车就是学校。 我在北门上车嘛，那你在北门，然后北门又不开嘛。北门这叫板桥泸州嘛。对，那只能看是高中以后才有。